国度祷告一分钟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谦卑地向你祈求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许多父母要面对孩子长时间停课不停学的新状况，但父求你帮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看待，这是你给基督教家庭一个美好的祝福。你透过更多时间的互动，让我们真实在家庭当中尊主为大。你教导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我们的孩子互动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，让父母的心转向孩子，孩子的心也能转向父母。让我们因着你的爱，我们家庭关系能够在世代当中成为更美好的见证。我们愿意彼此包容，彼此等待，彼此饶恕，更把你的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成为这世代美好的见证与祝福。我们把我们的家庭交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，求你祝福我们在疫情当中更深的连结于你，也看到你在这个世代，在这个疫情当中对家庭美好的祝福，求你的旨意成就在当中。我们感恩祷告，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